把两边的螺丝，这两边都拆掉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然后之后就把外壳给撬开，把那几片东西或者把它撬过来，撬开之后把这个槽子给拔，拔了之后呢，瓶子两边都有螺丝，把它拧下来，两边都有，但是我已经提前了，然后再把瓶子拿出来，把这个排线大的把它抽出来，这个也是放到里面去，然后再把这两颗给送了。黑色这个卡扣这样撕下来，撕下来之后呢，我这里有两条排线，一条在一个，好，粘好之后，粘好之后呢，这一头也是往回插，插进去，插的时候要注意点，因为我的排线比较厚，容易被推出来。插完之后用手拉一拉，如果拉不出来就是插紧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这一根长的也是这样插回这边，另外一条线也是在这边装上卡扣，装上原车的这个黑色卡扣，就切成这个样子就好了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就把这个瓶子的螺丝给松开。这边有两颗，然后这边和后面有两颗，然后弄完了，屏幕就可以把它拉出来，这个壳。出来之后，这边是出锅了，这个它会往上扣，排线就可以伸出来了。伸出来之后，就把这个排线往这个转角上插。这个框子装回去，我可以把这个松开，松开之后呢，把框往回转，把线穿掉，像这样，然后把螺丝拧紧，然后这一根再穿回去，穿回去之后呢，记得先把这一根东西插回这里。插回去之后呢，然后再把这根线也是这样子插回去，好，插回去之后就这个步骤我们这边已经全部完成了，然后记得把所有插头给插回去，往回装回去就 OK 了。